倒选的牌，学生都是耳屎，是耳屎。从衣服里面拔出来一条性感的内裤，让自己变得丑一点。你才头发长多一点。我今天赌上了我算命生涯，跟他一搏。2023再不结，退出命理界。这三点都直指我而来。恋父情节。哎呦，我喜欢成熟的男生。成熟，那抓熟透的不行。可以。真变态。